Hello，Hello，hello, 晚上好。晚上好呀。我这次开的好快，是不是？可爱，呜呜，呜呜，嗯嗯嗯嗯。怎么一上来就笑呀？你们看到我 B 站发的了吗？嗯，晚上好，晚上好，大家。嗯，对，就是说有一点点大摆锤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哎呀，摸摸头，我最近也在打游戏。晚上好，嗯嗯嗯嗯，谢谢来碗乌冬吧的奶茶，感情的越冷了。你是这种人吗？啊，你们难道不想看那个什么吗？你们难道不想看大摆锤吗？嗯 ，hello hello hello， 嗯。谢谢雷汪的十六个巧克力。嗯，谢谢 Tedless 的玫瑰花。谢谢杨倩的玫瑰花，晚上好。谢谢霹雳虎。你先只想看大佬们的反图，他们有啥反图啊？我今天本来想下去拍拍反图，结果发现我相机没有电，无语。我下两场，我下去给他们拍拍照片。谢谢老头的一个荧光棒，谢谢抽烟老头。晚上好，晚上好。谢谢狮子大叔的一个巧克力。嗯，对，今天是可爱溜溜，祝愿新可乐看到我了吗？谢谢不追男孩的秋天的奶茶，谢谢 CK 的巧克力，谢谢谁来六六俺们的一个奶茶，甜点大餐啊！今天我不还说，哎，我们是不是他的我们指的是226和228四个人啊？谢谢舒云子的一个奶茶，谢谢。嗯，我不还说，哎，我们是不是没有甜品了？然后我们都点头说嗯，然后说。我爸说：“哎呀，不行不行，没有甜品，我们活不了了，赶紧团，赶紧团！谢谢大家的甜品，嗯，谢谢抽烟老头的玫瑰花，嗯，对，什么甜品呢？种草这个裙子了，我其实不知道这个裙子叫啥，你拍照搜图看看，截个图去淘宝搜图一下看看。然后它本来是没有这个腰带的，腰带我自己配的。”嗯，我不是饼干啊，它本来是这样子的。哎呦，林佳怡来找我了。王一柳，哎，我们的小笼包在楼下忘记拿上来了。我的手机坏了。于佳伟的手机膜也在楼下，你叫他下去拿小笼包和手机膜。小鱼妹妹听见了吗？小笼包再不拿上来就坏了，坏了！快去，快去！小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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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波，记得叫他去拿。下线了，记得叫他去拿，不然他就坏了。我们又没有小笼包吃了，拜拜。有个，拜拜。哥哥发个消息。去吧，去吧，没事的。嗯，他地位暴露。哎呀，对，这腰带还蛮大的，我上次穿也搭了这个腰带。哦，你林佳怡就过来，我以为她要跟我聊一些今天助演的事情呢，比如说我硬往她嘴里塞鸡翅这种事情。啊，没想到只是我也只是个工具人，我跟于佳薇一样是个工具人啊。对呀，光速连麦，原来我也是个工具人，看来是我今天给的鸡翅塞的不够多。后来找小鱼算账了吗？啊，他没有。我被小五挡住了啊，是，但是我看侧面镜头还好。嗯，
早知道往边边站一点了，但是没事，我后来我一下场我就看了一眼直拍，不是看了一眼回放，我就说，哎，被挡住了，那大家肯定着急呀，我就赶紧把直拍剪出来发吧，我就发了，嗯，现在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拍，我的直拍是拜托潘奇前辈，拜托我们啊，潘奇，拜托我们星宇帮忙录的，嗯，那太高了。羡慕鸡翅，我们今天楼下有超级多的鸡翅。对，谢谢心语。双马尾确实真的好看。对，我想着一会儿要不去那个练习室再录一下，虽然也就中间一段副歌，但是副歌哎发就是录个十几秒也蛮好的。什么鸡翅？我今天啊，当然不是你们那个应援力鸡翅，嗯，但其实就一点点啊，嗯，支持，对，嗯，哪里有鸡翅？嗯，鸡翅是你们领的应援力，不过鸡翅根倒是蛮好的，就是跟鸡翅根长得差不多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啊，是蛮好的。啊，我发现就有时候人分不清鸡腿和鸡翅根的区别，就是他们虽然都是一个结构，可能就是跟啊你大臂和大腿的区别。有人总是管鸡翅根叫鸡腿，就是相当于你管人的哎这儿叫大腿似的，就是明明不一样是吧。对，鸡翅根是鸡翅根，这儿和这儿能一样吗？那不一样。什么想什么呢？我想鸡翅根，嗯，想吃鸡翅根。鸡翅是这儿，这儿是鸡翅，我今天喂林佳怡的是这里，这儿鸡爪，这儿鸡翅，这儿鸡翅根，鸡的胳膊可以分成三个地方，你们不知道吗？肯定知道的吧，我分这个分的可严谨了，肯德基辣鸡翅啊，羡慕，在这儿给我晒，早知道我就等晚一点，谢谢寿司的荧光棒，等晚一点我就开始直播画画，我就是说那个啊，当众实名你们。今天学到了啊，之前不知道是吧，我可哎看看，哎我应该多画一点的，好耶，哎，然后之前不知道，今天学到了在哪儿呢？嗯，哎，话太多了，哎呦，找不过来的。之前不知道，今天学到了是吧？啊，今天的速写没画完呢，今天大家太热情了，刚画了一部分。嗯，应该还有一张。快让你看看这是，好耶！一会儿，哎呀，我这个画的，你们好几个人我还没画到呢。嗯，就是说今天大家太热情了，就是很开心。嗯，就是怎么说呢？哎，我一开始会那个，这都放到哪儿了呀？嗯，我一开始我拿了一沓下去，我说，哎，这么厚一沓，那总够了吧？就是。啊，应该够了吧？到时候拿多了多尴尬啊，是吧？还没画完，结果居然不够了，嗯，羡慕啊，好耶！对，大家都有，不着急，不着急，嗯，没见过光头儿，哦哦，光头鸡儿是吗？你已经破罐子破摔了，你没来的。
哦，哎，他现在好像不在，嗯，反正光头已经人尽，他这就是，我发现每次实名谁啊，下次大家就都会换一个马甲或者换一个皮肤过来找我啊，比如说我上次实名了光头，他今天就换了皮肤，看我今天实名了谁，他下一次过来，你看可能是这个。就是还有谁？可能哎，他下次就不坐在这个鹿头前头了。我刚实名了他嘛，还实名了他啊，他没准下次就不穿这个睡衣了。上次实名了光头啊，今天他就不穿那一身了啊，他就换了个皮马甲过来，换了个皮套过来了。这个做核酸的吗？哎呀，真是我没化到呢。你们好几个我都没化到，真是，我不应该就是哎躺那一会儿，我应该直接上来就化，这样我就都可以一个一个实名。啊，就这个笑死的，他在火车站跟我那个跟我云我手的，啊，这个青蛙他是穿着一个那个米奇的外套，过来跟我云我手的。CK，你戴的口罩我记得，第一个，我们第一个是吧？是吧？魔术师，对，Claire 是雪梨梅外套，先放到那个冰箱冷藏室吧，冷冻满了，我一会儿收拾一下，冷藏好像是空的。哇塞，我们小鱼妹妹，勤劳的小鱼把我们的冷冻食品拿上来了。啊，他们里面有冰袋要留吗？不留了，冰袋直接扔掉吧。贴贴，贴贴，全国各地的来。对，雪梨梅外套，我特意看了看，是那个雪梨梅还是米老鼠？我注意啊，还给，哎，我是不是傻？我一直往下探，我把这个撑高一点就好了。对，我今天还给别人做核酸了。哎哎哎，又来了一个，我再实名一个。等会儿找一下，这个，你看看，这个叫专业通。你们已经开合过一次了，十天起个预，十天起来预约都10多个人了，哇塞，我好开心呀！你们太爱我们了，这个哇，对吧？这个哇，这个是吧？他真的捧着猫猫，是啊是啊，就是哈哈哈，这是我吗？是你呀，是啊，他捧着猫猫，然后我还记得呢，这个猫猫。本来捧了1秒钟，呲溜一下从这个脖套里面钻下去了。对，就是1秒之后，猫猫呲溜一下就跑了。对，啊不止，还有别人给我看猫猫了。羡慕，你怎么不来呢？成天在我直播间抽烟，好可爱是吧？真的。问一下二连长有没有？二连长还没画到他呢，有他这个，哎，他叫二连长还是二营长？有他这个还没画到，没有养猫猫，没事，你有雪莉没？你有小熊，你在捡瓶子，那下次你可以下次云握手，你可以带着那个你捡到的瓶子来。今天还有人干什么？就是，哎呦哎呦。每个人我都记得呢，就是这个，再实名一个，他不在，就是还有，就是这位粉丝，他说这是他的我握手的时候是他凌晨2、3点啊，就是他说没有大事不会熬到这个时候，就是说我记得上次握手这个粉丝他是啊，我谢谢 VLYKL 的玫瑰花。大家刚才都盼着你来呢。上次这个粉丝，
就是早上7点被叫起来来找我云电源，然后这个粉丝看看啊，给我晒他那个收藏的签名的韩砖，就是干什么的都有。完了，哎呀哎呀哎呀，回来了 ，Hello， 嗯，自己主动炸出来了，自投我罗了。对他今天是带了个那个玩偶，嗯，大家没有实名的不要那个，不要着急，嗯，好像你下一个是，然后再下一个是 Leo Wang， 哎呀。不是那个啥，不是，哦对，刚好你们仨都没画到嘛，是吧？都还没画到呢。这个可爱喵家汉堡我也记得，他每次都戴着帽子来。嗯，室友还没有呢。嗯，你今天都没真人出镜是吧？你看我刚才说的没错，就是有人戴那个手套，换了个皮套来。不可能。对，我也好奇你们怎么知道先后顺序的。不过真的就是有那种关系好的是挨着的，认识的是挨着来的，就是我也很震惊，不知道大家怎么做的。这就是我其实一直想上小号换小号去看一眼我的就是队列人数啥的嘛，就是说啊还是会在意一下这个的。结果我发现我两个小号，我手机小号然后 iPad 上呢就是等级，嗯，就都没更新，都不让我看，好像要升级到6.3.0或者6.3.1才行，我是6.2.0，就不让我看。我自己也吓到了，哇，我自己也吓到了。对，原来能不露脸脸，没事儿。你们现在很多人已经在我这里实名过了，我脑子里已经有，嗯，有印象了。嗯，谢谢守护星海的星辰的奶茶，谢谢。为什么你不来我？嗯，开始前一个小时都16，哇塞！谢谢塞纳和二连长的一个巧克力，谢谢。哦，我们今天皇家文章回来了，谢谢小声讲话呀的气球小熊，谢谢，谢谢你的小球，生气。嗯，要是不小心错过了预约的顺序，估计要不上。哎，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机制是什么，不过大家好像今天都蛮顺利的，是不是？然后网络也都蛮好。不错，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一开始连着三个人吧，连着三个人都是那个后面背景都是大树，都是在街上，我就震惊到了。嗯，还有就是出去为了云握手，特意啊跟妈妈请假说妈妈我出去买东西。然后呢打了把伞出去去小卖部跟我赢握手的也有。对，也会直播。嗯，还有什么，嗯，还有刚洗完头的。嗯，好羡慕出门啊。对吧，咱们我也好羡慕出门，现在还不能出呢。为什么呀？因为就是小区不让出门嘛，是吧？默默，嗯，就是说今天云握手之后，大家都挺期待开剧场，线下开剧场。嗯，今天聊天话题大部分都是在疫情，然后呢，为什么现在在外面？哎，这两个话题上面。为什么？给他气氛，怎么你们之间开始握起来了？哦，对，还有一个戴着那种运动耳机，然后跟我说，
哎呀，我正在跑步，跑到一半，我就是来握手、来排队来了。哎，现在跑到一半排上了，我现在来握手来了。锻炼到一半过来握的也有啊，高铁站等车等到一半的来握的也有，还有什么？好像差不多了吧？在家给我晒猫猫的也有，在家晒不到猫猫，特意拿了个平板给我看猫猫的也有。对，在公交车上等着去自习室自习，等车的也有，干什么的都有。我以为大家都会在那个家里面卧室啊什么啊，像我们上网课一样，就是放在桌子上，哎，这么等着。哎，没想到啊，干什么的都有，好像那个什么，好像我啊想翘网课，但是又放不下心，然后就在那个出去玩的路途中开着网课，然后听着课的样子。干饭途中笑死，沐浴更衣全程的等待，对，也有那个特意来洗了个头来与我说，哎，好呀好呀，我想看高达，对，下次如果还有与我说，大家可以给我看你们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东西，或者你的各种各样的宝贝收藏品。就今天就有给我看韩专的，还有看什么的，还有看那个就是家里装饰品的，什么都有。蓝皮书合集啊，可以啊，最好你跟他站一排，看看你们谁高。下次聚个情，你把他我也有，可以呀、下次你们在家做饭的时候也可以，干什么的时候都可以。房间巨乱，那下次也可以你，就是我指导你收拾房间也可以。啊，你有一堆小卡，那下次也可以给我看。无毛猫，什么猫猫啊？就是你的那个灰猫猫啊。我今天也是想买猫猫的一天。哦，对。我一会儿不知道几点会突然结束，就是一会儿我们会去排练，排个练啥的，排另一个主意。好耶好耶，下次带生写出现吧，可以啊。然后我发现，就是大家很多都是戴着眼镜的，就是我画的都有好几个，这个没戴，这个戴了，戴眼镜，戴眼镜，没戴，没戴。没带，哎，这怎么是空的？哦，这个带了，你看带了，好几个戴眼镜的，啊，那是几号助演？下面应该下面两场都有助演，第四场、第五场都有，好，拜拜。好耶，好耶，然后。今天与我说，反正就是很开心。与我说，差不多就是好玩的事情就这些。就是我今天基本上都没有停过。今天与我说，就是休息的时间只有你们上一个人和下一个人之间的那一段。就是哎，怎么说呢？哎，今天本人也感受了一下这种感觉。真的吗？满了吗？太棒了，哦耶！被作业砸了，吐血来不了。哎，摸摸头，没事，下次还有机会。张生，真的，谢谢六汪的16个荧光棒，谢谢。太满了，The Fans Club 看到了，哎，对，就见到大家真的开心。没办法，为了看姐最近的雪。哎呀，没有关系，我们以后机会很多的是。线下的话就还有别的，就是我可能会做好吃的零食给大家。我中午起来看，大家真的太积极了，爱你们。救命！是不是这么人？是不是这么人？是你的研究吗？应该是我跟陆毅哥哥说了。
摸摸头，我们之后都会见面的。然后呢？然后看看我们今天那个什么？下午晚上看待的时候，我发现可能还是今天。今天看出来我是给他们做核酸了，是吧？带着那个耳机听了一下我听唱的声音，然后谢谢不二不散的奶茶，对，我只带了一边的一瓶，然后结果你的他会听着，就是我唱这歌站着可以，但是谢谢啦，摸摸头之后都会见面的。那可以说我戏就是我站在那里就还可以，但是我看看我的回放，非常精神的，我看到我做核酸了，又不能不动，对不对？看到我给他们做核酸了，你们看。笑死了！耳麦 OK 的话，耳麦声音好的话，我是想把它加上那种，谢谢阿姐的荧光棒，谢谢。我是想把它变成那种耳麦，然后舞台剧、歌舞剧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更合适一点。我想等到怎么照上这一块了？就是气息也变好了，然后操控舞台的能力也变好。大白锤，大白锤，大白锤可以去看我的 flow， 就是说 flow 现在已经出来了，今天发到 B 站了。下来，对，瑜伽位真的太高了。不过瑜伽位今天那个装扮，第二首歌的装扮蛮帅的。我挑了好久，我从很多歌里面最后挑下来这一首。哎，摸摸头，之后疫情应该等到疫情结束我们见面。然后就是45秒，最开始我确实是前面要打算拍一小东西的，但是大家知道那天处于什么状况下，然后最后就没有拍成这个小东西。撒娇八脸，是哪个撒娇八脸？好像有两种。等你长头发再握手。那你现在是短头发吗？还是秃头？就是被禁锢住半边的状态，然后被弄上去了。然后我其实当时是两种都想看。那你们给我来一个什么？来一个什么？来一个字幕看看。然后是哪个呀？然后醒了就什么也不知道，然后下来就求其他人救我。然后我还想去看真的呢。哎呀，摸摸没有关系。我还可以看直播，是不是？我们还可以翻牌聊天。长头发，还是说啊，长头发还是长头发？等你长头发了，你再来见我，是吗？所以你现在是没有头发吗？今年的妆也暴露了什么啊？我没有看过哎，我去看看。姐姐，天天，是这个吗？我搜一下，好，我到时候搜一下。然后就是，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好不好嘛？求求你了，还有一个是这个。那个星星就是个怪物，然后只不过星星彻底失控之后的版本吧，彻底失控之后的怪物。求求你啦，好不好嘛？你们那我是现在呢，还是之后录呢？豆儿兄弟，没必要啊，我没有必要，就是管你们撒娇是不是？没有必要撒娇八脸是不是？有没有文案？有文案，我现在觉得。对，你们复制过来文案，我现在就。拆开了这个，我才发现我自己其实也是怪物。然后，那如果我也是怪物的话，这个世界能杀掉怪物就只有怪物，能杀掉怪物的就只有怪物。如果你连自己都没法接受自己是个怪物这件事情，你更要怎么去拯救自己呢？对吧？你更要怎么拯救我被陷阱？然后我就可以录个抖音。我哪里卖萌？我才没有卖萌。亲姐吗？来吧。怎么松呢？哎，有了。好不好嘛？求求你了，拜托拜托，行不行呀？我不管嘛，你们最好了。我那会儿就已经慌了，
管嘛，你们最好了，最好了，嗯，你们最好了，你们最好了，什么？哇！什么？什么？还有一个版本是不是？嗯。哎呀哎呀哎呀！不会都要退出一下吧？我会对外插撒娇吗？有吧？哎呀，我不用对 YYX 撒娇，他就会啊，就是纵容我的需求。我这个也看不到，谢谢哪里怪怪的？哪里怪怪的？玫瑰女人是什么？哦，对，我来搜搜器。一开始就看到了，可以看清楚。啊，放心了，那我放心了。反正好，然后就是解锁了从桌子上往下翻跟头。我有录练从桌子上。玫瑰女人又是什么？我在看庆姐的那个，哎呀，什么什么？谢谢干面加毛奶茶，期待我对 YX 的撒娇八连。他现在应该没有在直播吧？他不是木质的，他是很沉的胶，实胶。如果他在直播，我就连过去。哎，那什么时候我跟 YX 一起直播的时候，你们提醒我一下，然后就是 YX 也在直播，我也在直播，然后你们提醒我一下，我去练过去。他真的不是我理想当中的打戏，你们记不记得我？别坑！我中秋的时候，不行，我要记录一下他的表情。青哥有一个舞台，喊他起来，建议当面说。对，艾尔加斯。哎呀，那我害羞的。我们今天刚就是构思完那个那个我们最佳拍档的舞台，就是我本来也想发挥一下，但是 YX 他一下子一顿疯狂输出，我觉得哇塞，他想的太妙了，赞成。我们就构思完了，然后我全程就是啊，嗯，哎，后我觉得这个好，哇塞，妙。啊，可以，我全程就这样，然后说嗯，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就这样特别好，我全程就是这样。我本来想大显身手一下，结果 YX 一顿疯狂输出。没想到呀 ，YX 居然是这样的 ，YX 就是很强啊，他 YX 真的很强。然后啊。拍档的话是一嘛，我们那个剧情好像也不是明显零一，但是呢，但肯定也是就大家能 get 到的，但是不是零一的那种，是零一吗？但是啥怪什么？我挂钩不听话，这是已经掉了。我穿这个穿上这个衣服之后，开始对对，毕竟是钱，带挂也是挂。我爸还说我坏话，说我网瘾。
哎，我上次穿这个也戴了这个眼镜。然后这个舞台就是大概这样子结束了。然后这是大家给我投的嘛，你们说想当徒弟，然后我们就说那就啊，好了，这徒弟这就是一个徒弟，嗯，魔法少女。就是我当时跟姐姐说，哎，我觉得我这个身份在哪个世界里都不会适合戴这个。奇幻，但是唯独没有那种魔法色彩。咦，啥没有？没有，找不到了。可是我上一次是戴的这个是吧？哎，这一身装扮感觉像锁死了。我好酷，真的吗？行吧，小六就小六。是我好酷的意思。你们知道结束之后，我跟娜姐在一堆评委面前，娜姐就是这好像叫兔子呀。评委跟前，然后娜姐对我。怎么不杀我？你刚怎么不杀我？能不能来一句什么？姐姐，你没有，天天。我说我转身对那样回应是一个意念上的杀，然后啊这个呀，评审席上的我不说，然后出去别在这吵，我出去杀你行吗？我现在出去杀你。什么 break？ 然后大姐很傲娇，菌菇，我们上去。我不，我真的了不起，我不，真是采菌菇的小姑娘很了不起哦。采菌菇的。那你们说我是现在来还是拍个抖音？现在来吧，你们夸夸我，我再来。我上次被娜姐直接当场触景，我已经有点害怕了。就对于外面门响，我一轮踏空到门响，我觉得风吹草动，有点不安。你们先对我撒娇吧，小姑娘，我快饿死了。谢谢。求求你们先来给我撒娇吧。但我最近确实在就是玩王者的时候玩那个王，有在玩王者，不是有在玩妲己。青哥就是因为太中二了，我们俩排练的时候青哥的排练太好了，这么中二非常不错。我今天看上其实在这很忐忑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在哪里吃沙发，让他吃一个看看。嗯，这说什么来着？我忘记了。说什么来着？我忘记。穿着那个里面的衣服，然后外面套着睡衣，然后我忘记了。待着的时候，忘记了。哎，要我干什么来着？不是青哥，是青总，青总。然后青总路过那边，他就走过去了，然后他就说了：“哎，小五，他说加油啊！”你的要求太多了。他之前就在生活中排练室遇到我。上一个是什么来着？这个身确实很重要。我上天穿的这个在排练室里穿梭，见我的每一个人都问我。哇哦，好中二啊！真的太中二了。上一个什么？但是我发现可能这么中二就这么。哎，你们今天看出来了吗？我们后来是在摆锤。我本来想整胡子的美图，一方面是没找着，一方面是怕吓死人。然后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什么来着？猪脸蛋什么？好傻哦！好久没有吃了。啊哇塞，谢谢魔法少女周淑仪的99个荧光棒，谢谢我们快乐老头的荧光棒。快开始我的表演吧。什么？嗯，还好吗？没事，还好。好，快乐老头。哎呀，我本来想就是怎么说呢，老头的命令是绝对的。怎么快来和柳柳玩耍吧。我拿了睡衣，你是说话呢？哎，我能说你什么坏话？指定你说啥好话。你刚给我注意啊，我一脸心虚的样子。一脸心虚的样子，不对劲。没有内心。你是不是说坏话？你是不是你怎么来这么快？我都没听你脚步声。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我刚才隔壁门响了。快来，没有没有，我快来和柳柳玩耍吧。你看什么一不要一脸非常美。没有，我只是在跟他们唱歌，你要听吗？我不要听，我要去排练。你知道一下我吗？海军姑的大猩猩。好了，我们去做排练。不管你。有点怪怪吗？不怪。没事，放心。怎么都不说话。不是你有。谢谢学桌片的一个贴贴。我找衣服，然后衣服结果被拿着。对啊，我就怕你要找，我就给你拿着。
清了。我知道了，下次我不该拿回这儿了，我拿隔壁去。你又快去吧，快去吧，走了，拜拜。娜姐好幸福，娜姐，娜姐对被 K Y 也幸福。我今天还不小心录到了她的幸福片段，也不知道是不是该放出来。今天刚好贡献值250，啊不不520。眼睛可以看个图片吗？不是。对不起嘛，眼就是眼瓢了，看错了。没有啊，我知道你是放射科的。谢谢 Leo Wang 的两个荧光棒。我看的可清啊，我看看。对，我要唱歌，我要唱点。对，你是250，谢谢。真的250，我没骂人，我只是说他们俩，还有什么要说的？来吧，还有什么？趁着我现在很嗨，谢谢 Sin Cara 的巧克力。我哪里坏了？我听个250真不是故意的。谢谢小兔崽子，谢谢。哎，这个全部是怎么说呢？这个牌子呢，我也不知道。陈明宇老头的宝贝贴贴。新卡拉，新卡拉，新卡拉啊，知道了。听到我说话吗？对，你看起来像戴理发店，因为这个很像那种理发店的围裙，是吧？好嘞。哎，等文案呢，大家。我发现 YYX 最近是不是中了什么聪明小什么的毒，就是天天说话就是啊，这个真可爱呢大家。嗯，晚上没有吃饭呢大家。谢谢小声讲话呀 Nick 的气球小熊，谢谢你们。如果也点不上 Nick，谢谢小声讲话呀，尼克尼克尼的28个棒棒，谢谢。你为什么是28？你在凑什么数吗？真的在凑数，谢谢你的今天的516，谢谢你今天的王一的。Y6，哎，你的 iPad 在吗？在呢。你要看吗？不，我要放歌。OK。我在点歌真的没有事，好嘞，我来拿一下。哎呀。扔的不够远，嗯，哎呀，也太，哎呦，甜，哎，什么来着？那个小兔崽子是什么？啊，哎，我不会。我不会呀，你可以直接下载小五。搜索历史，你的搜索历史。你最近很喜欢他、啊。什么？我就知道吴不涵，如果看我 B 站搜我的历史，肯定会输。你在说什么？啊、我看的是网易云啊，我。那我网易云搜谁了？我点开就是这些搜索历史。你最近很喜欢他。谁呀？你上次跟我说你很喜欢的那个人。杨姐。嗯。啊，我以为你看到我 B 站的那个。亲姐撒娇的 tag 了呢，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自己说的。我以为你会吐槽我那个呢，这属实有点那个。没有啊，那个东西，嗯，你真不大家都爱看是吗？养好我的号，都会直接推给我。那还是吴博涵更有问题一点。怎么啦？哎，今天我给你录了一点 full。第二个吗？对。但是是大杂烩，就是大家谁的都有，有你的副歌，然后也有一点小鱼，有你跟小鱼对打片段，有林佳怡。第二首没有播。啊，真的吗？对。为啥？感恩的心。有林佳怡拍你，那个扛油机你们的 flow， 还有你们四个的就是全景 flow， 还有严娜的那个大猩猩 flow。太 nice 了，你真是个。
我可以来个撒娇八连吗？你给我文案。给我来找个文案。这个网易云不是可以直接唱吗？六六的命令是绝对的，快来。网易云不能直接唱吗？网易云。行不行？好不好嘛？行不行嘛？嗯，快点儿！我不会那个小兔子，人家才不是小兔崽子，人家是可爱的小兔兔，人家是可爱的小兔兔，小兔兔，救命啊！但是我对这个 MC 印象深刻，谢谢 Vera QL 的秋天的奶茶。哇，好久没有这么夹的说话了，谢谢世界末的魔术师的99个小兔兔。啊，有了呀，你撒吗撒吗？你这好像怪怪的，好像我们在厕所一样。谢谢你的99个小兔兔。不要打问号啊。不是我怪，我是老几，我是小兔兔，谁知道你是老几啊？我没有去过男厕所，我们中心都没有男厕所的，就是说我在中心真的很安全。我撒个娇嘛，你们先跟我撒娇了，我只想到口琴琴撒。可惜了啊，我不是天津人。嗯，但是我很爱看那个天津人讲话。中心 staff 怎么办？那就是说那他们，真的没有一个专门给中心 staff 上的男厕所，就是他们每次，就是我觉得可能中心 staff 或者社长，我们社长也不愿意承认那个。等会儿，我们听一听女明星唱歌，多好听的那个清唱，我们来听一下，因为我也想听。拜托快一点接风吧，不然我就疯了。等待不该是唯一的回答，超前向往的剧场，魔术的时间多漫长，我知道你我的心一样滚烫，永远在盼望。我也唱一个，我不要。单身的报告并不能说明我喜欢你，不然为何还要一而再再而三重奏。嗯，哎，这时候我们上场了。哎，我再给林佳怡塞鸡翅，把林佳怡咬了一口，然后我的一个鸡翅掉了，然后于佳伟给林佳怡塞了一口鸡翅，不是，于佳伟塞的是巧克力，然后我们站起来，然后本来想吃一口，然后我又把那个鸡翅放到地下。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快给，快来和柳柳玩耍吧。尾巴不只用来挠痒痒。哇，一柳十克哦。哎呀，这多好的原味手题材。
多好的云火手题材呀、啊！忘了，我今天应该让你们给我跳，就是我应该给你们来一个那种一换一的活动，你们先给我来一遍，然后呢，我就可以给你们独家的，因为是云火手嘛，就是独家的这个我也给你们来一遍，你们先给我来一遍，我觉得合格了，我就可以给你们。好了，下次云火手 OK，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就是没话题我们就可以来这个游戏，好不好嘛？好不好嘛？求求你了，拜托拜托，你最好了。嗯，不行，不行，不要社恐嘛。我们还是很友好的，就是如果你想看，只属于你能看到的那个大摆锤，你就可以先给我来一份，就是说我们真的很就是公平公正公开，虽然也不是公开，公平公正私密的一个就是互动环节，多棒，别人家的粉丝肯定羡慕。我没有，所以哪个兄弟牺牲一下来举手，不然我就实名你们，对吧？线上总比线下让你们大摆锤要好。关头了，对，快点实名这些人。嗯，哪里可怕了？哎，小五，又有 iPad。你有看那个回放吗？没有，就是我们仨过去吃东西，真的很像那个。像什么？像那个我们仨在后面野餐。我要换衣服去换衣服了。去吧。OK。小兵去吧。吴涵，小兵，吴涵现在这一身衣服，就是真的很像《王者荣耀》里面的小兵。嗨，hello hello。但是我又不会偷偷录屏录你们，比如啊，真的假的？来一个吧。我们来对唱，下一次我们可以对唱。你如果先在你那边开了个头，我这边就给你接上，好不好嘛？是吧？你们也可以就是团建。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然后过来云握手，就是说，就是啊，你们可以两个人，就是给我表演夜蝶。那我要做姐姐还是妹妹？我做姐姐吧。是吧？看你们蛮熟的，你们就是啊，还没有在这里交到好朋友的，来过来都说说话，我给你们配配对，然后你们就去认识一下，下次云握手就可以就是来给我跳跳跳夜蝶之类的。哎，或者还可以就是还可以开个腾讯会议，就是啊，不能同时出现两个人。哎，那你就是投机取巧一点，让那个人往后点，就是拉点 CP， 这两个 C 开头的就我觉得就是蛮好的，都是啊，都是可爱的小女孩小妹妹，是不是？两个 C 开头的都在上学，版本都一样，天哪，你看他们两个版本都一样，而且名字都是 C 开头的，哇塞。其实那个 Tedless 就是和那个 Claire 就是名字组成也是蛮像的，嗯，而且都是高中生，真的。哎，世纪末的魔术师是基德还是柯南？为啥？可能因为你们都是大写开头。哇塞，你看这俩英文字母、英文词儿。是可，烂香蕉想吃出来。
我们把他们归到一类吧，归类到一起吧。我不是哦，我爸还污蔑我。鲷鱼烧和上面那个香蕉榴莲也蛮像的。嗯，对，是柯基，好吧，柯南基德，简称柯基，很好，以后就这么叫你了。哎，我要搜什么来着？哎，我不还给你看个好玩的，就是我做核酸那一下，你有看到吗？你做核酸？对，我给他俩做核酸。我给你看。是谁的衣服？啊，如果还有半块咬剩下的饼干。啊？哦。啊，林佳怡的那个，那天于佳伟也是这么喂林佳怡的，可是于佳伟居然把这个饼干直接放到我的兜里。对啊，没爱了这个孩子。嗯，你看，你看，你看，哇、wow ！我给于佳伟做核酸的时候，嗯，就是一整个手忙脚乱。你们两个真可爱。哎呦，这个祝愿算是请对了。嗯，什么？非常满意。我觉得吴伯涵这个话里透着一丝狠劲儿。哎，胡说，我多么诚挚的真心实意，竟然没有感受到很难过还是打你。声音说什么排练了吗？嗯，没有吗？嗯，现在去换衣服。终于知道为什么林佳怡在房间里说他不敢张口了。当然不许回截图啊。嗯哼哼哼。不过我觉得啊，这一块还蛮好看的。我之前看综艺还说，就是歌词挑战是吗？就是要说出带有动物的歌词，然后就有人唱蚂蚁呀。这块还是挺好玩的，就是很像野餐。就是我，哎，这块真的蛮可爱的。啊，好可爱呀，好可爱。好可爱，嗯，可爱可爱，野餐那段儿，那给他 cut 下来吧，嗯。哎呦，太可爱了！于佳伟穿我这个粉睡衣也蛮可爱的。然后还有什么，我第五场 solo 和第四场 solo 应该都会有助演，然后第四场 solo 是评审团，所以这两场都能看到我。然后我跟 YX 的最佳拍档应该也快了，就是可能五月初头会演，就是已经在通知我们录音了，本来说今天要录完的，可是我昨天我才看到那个群消息说要30号录完，但是今天也没有催我们打算就是再商量一下那个剧情，等录音哥哥来催我们的时候我们再去录。就是说一整个 DDL 拳手，然后对，然后毕设 DDL 其实也延期了，就是我本来前一天挺着急的嘛，然后今天我问我那边同学，然后同学跟我说就是延期到一起13号跟论文一起交。但是我觉得毕设我应该也得赶快给他弄完，不然没时间写论文了。然后我还不知道我怎么登中国知网，因为我好像不知道怎么从我现在那个北服这个学校登知网，我之前都是拿清华号登的，就是我前一阵儿登知网也是拿清华号登的，就是哎呀一整个头疼，论文该怎么写。嗯，还有什么你们还想听什么，趁我现在情绪高涨来跟你们讲一讲。
哦，对，我今天看那个新闻了，那个看了知网崩了，我还说我还没有写论文，怎么办啊？毕业是北服，嗯，但是我延毕了一年，我明年毕业。然后清华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证明，嗯，应该是结业证明，就是有三年的成绩单，但还有维普、维基普什么吗？哎呀，没事，我可以的，我 OK 的。实在不行，我求助一下同学，问问他们怎么写。我之前在北京优越生活费，我爸是给我2000，嗯，一个月生活费2000，也就是很普通的水平，但得益于学校饭菜便宜。啊，重庆维普数据库，哦，这样，我之后研究一下。哎，知网。然后我们好像还要抽查，就是抽查一些名单，送上去抽查还是怎么着？希望不会抽到我，虽然我也不知道抽到会怎么样。嗯，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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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耶，就是我还没去了解呢。晚上好哦。也被抽过，哎呀，摸摸头。哦哦，对，应该是抽人去查重，不知道呢，不知道会不会抽到我。现在没有人了，我要不给你们唱一下《还家文章》吧？哦，我不还有一个地方有一句词，我还就是他写完词问我，就是听起来又怎么样？听起来怎么样？然后。我爸就是那句什么什么再不解封解就封啦。这一块我是点了他一下，说你要不要把我就封了改成解就封啦。我只是给他出了这么一个小小建议。哎呀不行，快快快，张淑云在群里叫了，我给他助演。哎呀，他在群里叫了，来吧，随便来两句。让天心别太久，一天24小时没有一分钟自由，从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大家闺秀，琴棋书画哪里有去过攀岩踢球，城堡里太多烦恼让眉头紧锁，所以我反而羡慕所谓的不同，想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旅游，还好我又能一起疯疯疯。皇家的文章并不能说明我所有，好像跑掉了，怎么怎么不得不得不得。我想要展翅飞翔，哒哒哒哒哒哒，我不要在这地方慢慢的腐朽，带我到城堡外面看山高了，再去环游地球。好啦，就这样决定了，说走就走，和我去冒险吧，看世界有多大，不管未来有什么。我想他就是这样吧，没什么能够将我们的倔强照顾阻挡，带我去冒险吧，读上皇家文章，现在不该失去漂亮的花，难忘的地方不在乎路有多漫长，阳光它永远不投降。谢谢 Tedless 的玫瑰花，哦不对，谢谢你的荧光棒。能说明我所有，只能怪我天生就学不会拼命服从，从不觉得自己有多么与众不同，
我想要展翅飞翔在最高的天空，我不要在这地方慢慢的腐朽，带我到城堡外面看射灯灯灯，如果可能的话再去环游地球。好啦，就这样决定了，说走就走，和我去冒险吧，看世界有多大，不管未来有什么想翱翔的模样，我想它就是这样吧，没什么能够将我们的倔强全部阻挡，带我去冒险的路上，换家文章，精彩不该失去漂亮的花，向往的地方不在乎路有多漫长，我知道你我的心一样滚烫，永远不投降。我觉得这一段要和大白锤锁死了。嗨，我给你唱歌。好。听见了。祝天天星光放肆，大声歌唱，就算会受伤也不得乱乱乱，就算世界太疯狂也乱乱。我将要高傲的这头，不需要谁来惹。什么？读上我的皇家文章，越哭越要笑得更快。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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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来我身旁好不好？让我们永远骄傲大步向前方，送送你贴贴。kiss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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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我今天看你贴贴，姐姐抱抱，姐姐。想你，熊熊，我的熊熊，熊熊，贴贴。我们来玩一局紧张刺激的成语接龙吧，回归一下初心，怎么样？好，玩完这一局我就要被拉着去排练了。好，因为刚刚他已经碎了，来吧，快，我们不要停。有人说我好油，熊熊，你觉得我油吗？不油吧。你不油啊，你在我心里简直完美极了。真的，就是一笑就是这样笑，嘿嘿嘿嘿嘿嘿。你看吧，我不能再笑了，我今天笑了很多次了，不能再笑了。为什么？我觉得你苹果肌已经要上来了，你嘴角已经一直。我不能再笑了，我今天笑的真的脸有点像僵掉了，感觉。苹果肌你也累了？累了呀。怎么回事？怎么净逗你笑啊？他们。不行，我现在。来吧，来吧。谁起头？你来吧。为所欲为，不会吧，熊熊？为所欲为，熊熊想不出来。为伪说道，不对，他耍赖，干嘛啦？什么词？没有，伪伪说道不算吗？娓娓道来吧。嗯，好吧，那娓娓道来吧。不，我给你编一个词叫尾巴突突，小熊尾巴突突。这样子吧，我们不说成语接龙，我们只要说四字的就行。行。哦，你等我开头呢。啊。小熊软糖。糖人呢？糖给你吃，糖成一品。品，我不行，我只能想起五个字：品如的衣服。我总想着这个。你今天为什么要穿品如的衣服啊？这不是品如的吗？品味人生，品如的吗？品如的吗？品如的吗？嗯，
么看到我就笑啊？妈妈爱你。你帮我拉拉。拉拉是你。你是拉拉。你来拉拉。啊，好好笑啊！你来拉拉链。嗯。练，我没说练，你怎么自己圈自己呢？你是什么？你说什么？我说的你来拉拉，然后你说你来拉拉练，然后你又说练。哦，那你说了什么？你就从练开始接吧，链家地址，接你的汤臣。链家地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学自己来一个吧。花，怎么唱来着？我都忘记了。灯红和酒绿，勾勾手指头。勾勾手指头，紧的等我紧的，等等呼吸快乐，享受这味道。哎呀，我准备催了他们。好，你去吧。熊熊来给我飞吻一下吧。我今天大摆锤了，你要不要也来一下？要不然你就是不合群。我锤过了。你什么时候锤的？我怎么没看见？我们都要今天锤才行。锤了，看到了吧？那太敷衍了。兄弟的粉丝满意吗？不满意。哎呀，说来抓人，很棒。他们说很棒，没有，不信。真的，你也来大锤。我们今天我们四个都锤了，就你没锤，要不然你就是不合群。你胳膊都不对。当当当当当，锤了。你胳膊呢？他的灵精髓是胳膊。我假肢，我的手摆不起来，我的手抬不起来，你不是知道的吗？我是假肢啊。熊子也太惨了，好可怜啊。对呀、啊。嗯。你们团购有团咖啡吗？我也在看，我刚才也在看那句话。我也在看。我们姐姐问我们有没有团购咖啡，其实我也好想团咖啡，但是没有。你们中西有说什么时候解封吗？啊，最近吗？我不知道、哦、我啥也不知道。我只是一个随大溜的小白兔而已，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有同款的，其实。快给我戴上。我不戴。我之前很早的时候，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神经病要戴一下，后来我就远离他了。啊，不行，我现在就要看到。下次带给你一个人看好吗？嗯，来贴贴，哎，贴太多了，你都要吃了我了，你眼睛都没了，要脸大贴贴，啊啊啊啊可不必。看我依偎在我们小熊的肩膀上。我的肩膀给你靠。哇，好宽阔的肩膀啊。哇，好爱。好温暖的脑袋呀、啊、好柔软的秀发。熊毛好柔软。好熊毛。熊毛。
老公他是谁？他是我的前妻。是你前妻？王思义来查岗了吗？你不是我前妻吗？似曾相识，好像什么？哎，你是在叙旧是吗？原来你那个成语解读。对啊，我现在我今天就是连你妈那个什么叙一下第一次直播的旧啊。那第一次直播还有一个环节，那刚好我要下了，朋友们。哦，你去吧。这第一次直播还有个环节。拉走旋律。干嘛去吧？嗨。拜拜。晚上好。他干嘛去了？不好的预感，不可能。下课铃，你怎么回事啊？我啊啊！对，我想起来了，啊，有点想哭了，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想哭了，好感人啊！真的有点感人，我感觉。因为当时王一柳，我跟王一柳做任务嘛，然后他就来我的房间了。他来我房间的那一天，那一下子他的手机就断网了。断网之后呢，他就直接被卡出去了，就变成我一个人的直播间了，哭鼠了，公用直播间。我想起来了，哎，别再让我哭了，我现在已经泪流成河了。所以他还回得去吗？他不会直接下播了吧？嗯，我很坚定。他是不是已经在自己的直播间里了？